地上那么多粑粑呀？有粑粑才不可怕。有人敢在这拉屎，说明根本就没有鬼。你碰到过鬼吗？啊？我当兵的时候，什么事儿都碰到过。就是没有碰到过鬼。你真的相信世界上有鬼啊？我还以为你真的是女汉子呢。这故事到底哪来的呀？就是你真的要去找我？姜煎银鳕鱼，哎，曹操，明天我给你们做姜香煎鳕鱼，好不好？你不说话就当答应了啊！你听见了没有，曹操？我们困在里面了。
的时候你不就知道吗？工地上一个人都没有，工人们全跑了。你不喊怎么知道呢？不是大爷还在呢吗？大爷！大爷！你别让我一个人喊，你帮我喊啊！大爷，我们是三连的，有用吗？只能等到明天白天，被人发现再说了。那怎么办？天气预报说今天降温，小轩一个人在家呢。不是光浩看着吗？不有他爸呢吗？那我也不能在这待一晚上啊。那怎么办啊？我又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特种兵吗？你想办法。那行，你在这别动，我看有没有别的出口。我靠，你别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。你只能在这儿等了，对不对？安静一点，别嚷嚷。你嚷嚷什么呀？林总，哎，那个草草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一定会来打听他是不是还在加班呢。啊，他去北澳工地了，早就应该回家了呀。哦，那要不你把那个工地的地址发给我，我去看一眼吧。那这样吧，我先给他们公司的人打个电话。好，谢谢。在匡浩那儿住的还习惯吗？你跟焦小瑞还习惯吗？还行。你会跟他结婚吗？会吧。你爱他吗？爱不爱的有那么重要吗？就那么回事儿，谁跟谁都一辈子，像我们都有过上一次婚姻，上一次婚姻刚开始的时候不也觉得是找着爱的人了吗？后来呢？结果呢？是，有时候爱的是一个人，结婚的又是另一个人。其实爱不爱真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能在一起过日子。我妈说过，与其找一个你爱的，找一个爱你的。刚开始这话不愿意听，可现在想想说的有道理。你怎么了？疼。烧了，喝这么多水？没喝多，别扶我，没事儿。哎呀，别别别，走走，别走。哎呀，哎呦，走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对对对。我
告诉你啊，以前参加这种活动全都是我跟龚剑一块儿，我从来没有给他给北瑶丢过一次脸，但现在呢他躲着我。是是是，我别喝这么久，喝多了你。电话响，不想接。接宝贝有事呢。喂。喂，乔助理啊，今天我们派去工地的人是邓草草，可是到现在了他还没回家，给他打电话吧，他电话也打不通，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好，你等一下啊，我马上联系，一会儿给你回复。邓草草跟龚总去了工地，到现在都还没回来，两个人的电话都打不通，我得去工地看看。哎呦，别了别了，我送你去吧，你喝酒了，送你去，我送你去。还冷吗？能抱着你吗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想让你暖和暖和。不用了。我会死在这儿吗？我不想死。死了，小轩就没有。死在这个鬼地方吗？那就别说这种话。草草，草草，别睡，别睡。草草，草草，别睡。哎，跟我说话，不能睡，草草。跟我说话，你别这么抱着我，你这么一抱，我就更不想跟你分开。这是北瑶集团的工地吗？是啊。您白天有没有看见一女的，差不多1.68米，长头发扎一马尾辫，挎一包，有没有来这儿啊？有，还有一个男的。
建的事儿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呀？本来今天不该我去的，我还没想到宋南卫会派他去。你也不能早早醒过来了。没有你陪着他了吗？我从你的眼睛里能感觉到，你是真的爱上曹操了。理解错了，换谁谁都会这么做的。好吧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不会放弃曹操的。等他醒了以后啊，你别跟他说是我把他救出来了，把衣服什么都给他这些事儿。怎么着，想帮我？我是觉得没必要提这些。失去你这些朋友，我这心里也不好受。你好好陪他。叶叔完啊，你放心，假我都给你请好了啊，你呀、啊、今天就踏踏实实好好休息一下。我舍不得打他。哎呀，没让你打，这种事要慎重，想好以后再决定。就那一回，谁知道一下就会中大奖呢？走，明天去医院吧，毕竟他是。早早，早早。
你找谁？草草在吗？草草？这不四零一吗？你是说之前住这儿那个女的吧？啊，她不在这儿住了。什么也没有，这房子是留给小轩的，我作为小轩在未成年之前那个监护人有权利使用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哭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孙南威跟冯尚香，我都没听明白啊。你说如果冯尚香要是把孩子生下来的话，那大圣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了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我天天跟他们在一块上班，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那肯定是在我们俩离婚之前，俩人就勾搭上了，日久生情呗。曹操，你必须得帮我，冯尚香要真把孩子生下来的话，大圣以后就没有爸爸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别这么难过了，你有点常识行不行？孙南威永远是孙大圣的爸爸，法律上是，情感上就保不齐了。你相信我啊，他们俩要真有什么事儿，我绝对站在你这边，绝对不饶他。嗯，但是我相信他们肯定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你想多了。你又想多了，你肯定是听错了。就法务团这个事儿啊，我就想一直找时间请你喝一喝，表示表示感谢。你太忙，你知道吗？没时间呢。你，我应该谢谢你，替我处理了不少麻烦事儿。啊，咱这关系，这还有什么麻不麻烦的事儿啊？你想，这不管怎么说，咱俩也是缘连襟，是吧？后来吧，你看。你跟李军，我跟李文的，咱就来往更少。不过那个我跟李文呐，哎呀，后来还经常联系着，我们都很关心你，到现在都非常关心你，就是你的个人问题什么的，也经常说起来。你看那个邓草草啊，对你有感情，这大伙都看得出来。都看得出来。对了，这个我听说是邓草草跟这关浩又搬一块儿去了。哎呀，这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你说他一个屋子是吧？他虽然屋子挺大，但是你跟你们家丽文怎么样了？哦，丽文呢？我跟丽文呐，我现在都不记得搭理他。我跟你说。我使了点小伎俩，我让他紧张，他成天紧张，他就担心我呀，跟其他的女的，明白。哄过我儿子睡觉啊，都是他哄的，找理由。他呀，想我，虽说我跟他离婚了是吧，但是我们是散家不散伙，
离了婚以后，我们俩这个我感觉特别好啊，有一种这种情人的感觉。哎，这主要因为我们这儿子孙大圣，他就是我们的纽带啊。哎，不过那个就是这个邓草草啊和这个关浩，他们俩虽然也有孩子，但是他跟我们俩的情况不一样，他们俩是在根儿上就伤了感情。这邓草草和关浩，他搬到一块儿，确实啊，他搬到一块儿，有点儿。不要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先撤。哎，行了啊，在路上啊，哎，别急，催什么催呀啊？先撤。哎，你慢慢吃，慢慢喝吧。那个，蛋我买过了啊。哎，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我丽文跟这个关浩邓草草不是一回事儿，绝对不是一回事儿。阿姨，该吃药了。嗯。龚总。妈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医生说阿姨没事儿，就是情绪激动，突然血压升高，开了一些尼福达，按时吃就没事了。出院干嘛不给我打电话呢？我不愿意看见你。一会儿呢，我收拾东西，还回小板家去。妈，我就让人那么让你难受吗？我让您失望了。您别去别人家了，您不想看见我，我走。我去公司住。
还不下班啊？我现在住在这儿，下不下班的没区别。这都不方便啊，还是回家住吧。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你忘了，我在这住了四年。我忘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去陪我喝杯酒吧。好，正好我也想喝。小姐，您的酒。谢谢。你知道为什么每次我都点 Margaret 吗？因为这个背后有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。什么爱情故事？应该知道，我想听你说。1926年，简·杜雷萨跟他的爱人玛格丽特外出打猎，非常不幸，玛格丽特中弹身亡。从此，简·杜雷萨抑郁寡欢。为了纪念他的爱人，把他的获奖作品以他的名字命名。调制这种酒还需要加盐。据说也是因为玛格丽特生前喜欢吃咸的东西，所以说味觉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骗人的东西，对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一个人的眼睛才是不能骗人的。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分手的时候又太用心。小瑞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挺合适的。这几年你对我很好，不光是工作上，生活上都无微不至。我觉得如果我们俩能在一起，也许就是正确的选择。我也觉得我挺好的，可是那天在工地上，我看你把邓草草抱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你的眼睛。你知道你的眼睛里有多紧张吗？我知道你觉得我好，但是这跟喜欢是两码事，对吗？我放肆的叫你一声弓箭，你不要骗你自己了。你的眼睛出卖了你的心。你喝多了？我没喝多，我怎么可能喝多呢？我知道那天在你家楼下你主动抱了我，是你喝多了。对不起。没必要。喝完这杯酒就当做了一场梦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可以毫无顾忌的、放心大胆的去追求你真正喜欢的人，追求邓草草。阿瑞，明天帮我订一张去美国的飞机票。生我气啊！我生你气，我要生你气啊，我得气死了。妈，我跟您说件事儿，我要去美国考察。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您的身体。您明天
能跟我一块儿去医院再做个检查吗？你怎么突然想起了去美国了？明天我接着您再说吧。邓草草，你来一下。怎么了？啊，这是误工责任确认书。这次误工啊，跟北奥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是施工方的责任。跑一趟，让龚总签个字。为什么要我去啊？北奥那边的事嘛，你办的比较妥当。让小敏去不就完了吗？这个事情你是全程参与的，你最清楚，还是你去吧。哎，行行行，哎，你去了以后呢，就不用回公司了，也不算你早退，行了吧？助理，有份文件需要龚总签字，他不在房间，他在里屋，我帮你叫他。不用了，你转给他吧。谢谢。等等，有件事，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。公司派他去美国拓展市场，这一走，可能就不回来了。还不是走得太早，就是来得太迟。风把头发吹乱，习惯自己梳理，按下手机按键，只能打给自己，不能给幸福下一个定义。到底是一起受伤，一起承担风雨，转过几个弯，才会遇到知己。经过几次失去，才会懂得珍惜。我以为你是个勇敢的男人，幸亏遇到你，幸亏遇到你，流浪的心才停止，滚得远远的，在暗夜哭泣。幸亏遇到你，幸亏遇到你，在长旅途都能闻到花开的香气。幸亏遇到你，幸亏遇到你，在长旅途都能
闻到花开的香气。喂，我是孙南威。南威，我怎么听说你要去美国呀？哦，去考察。去考察？哎，同学，上回喝酒我是不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呀？你没说什么呀。你别听我那天胡说八道，后来我听别人说了，是关浩把房子赠予小轩，草草同意住进去的条件是关浩办理，现在没走听说是买新房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你草草的性格，如果不是为了孩子生活的好一些，打死他也不会搬过去。东家，你可千万别听我胡说，误了你们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用不用我送你去机场？啊，不用，我这马上到机场了。行，那先这样啊。好。
你们也太不要脸了吧你们！龚剑，你在我的家门口抱我的老婆，你欺人太甚了你！王浩，你误会了吧？我误会了，我刚才亲眼所见了，你还说我误会了？我说的你误会，是你误会你自己了。首先，现在草草不是你老婆。其次，我现在是单身。我们现在是情投意合，两情相悦，光明磊落。两情相悦，光明磊落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？你怎么能说的那么理直气壮呢？在我家门口光明磊落是不是？你还上我家去光明磊落吧？上我家谈恋爱你敢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听说你把这房子给小轩了吗？我是小轩的老大，我就算走进去也光明正大，有什么不敢的？光浩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今天晚上我还真得进去，保护邓草草，防止被骚扰。哎，老大！儿子，老大，你是过来给我过生日的吗？没错，我就是要给你过生日。现在我问你，我要去你家，你欢迎不欢迎？当然了，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来给我过生日。OK。走，你真住这儿啊？啊，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，干嘛还要走啊？跟小轩去睡觉去吧，我给你们站岗。除非你不愿意让我留下来，我去给你拿张被子。啊，不用。拿什么被子？哨兵不需要被子。快去吧，跟小轩睡觉去吧，别站那儿。睡了，下面有客房，去客房睡吧。去什么客房？我在这儿给你们站岗。站什么岗？现在几点了？站岗。
爸爸。儿子，生日快乐。爸爸，我们去哪儿啊？爸爸今天带你去个好地方，我们到郊区去骑大马。真的？太好了。哎，那我妈妈和老大呢？他们加班，没时间陪你。今天就爸爸陪你，好不好？怎么跟小轩说？小轩，你来说，要征求他的意见。行行，把衣服盖上再睡，好吧？盖好了，盖好了。儿子，醒醒，想喝点什么？我想睡觉。哎，黄姐，关浩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啊，我在陪儿子呢。哟嘿，没熄火，嘿，不至于，没那么严重吧？您看，您要有什么事儿，咱们电话里直接说呗。今天是小轩的生日，想不想出去一块玩？去哪？我带你们去打真人 CS， 有兴趣吗？谁怕谁呀？你先去问一下小轩的意见。我去叫他。儿子头一回过生日，我。喂，黄姐，喂。Thank you.
在楼上。先别着急，也许是关浩带小轩出去遛弯了。不可能，小轩书包也不在。我偷上了，哎，对，我刚才在马路边捡了一辆车，我这车一转手啊，我就能挣个四五十万。是啊，那我都是有钱人了。对，我出去吃饭。小轩有电话吗？有，给小轩打。小轩电话。喂，没想到吧？嘿嘿，三大路上，你别着急啊，等我把山卖了，我请你吃大餐。他说什么呀？雪轩，他说什么呀？小子，先别着急，听我跟你说，是关浩开车吧。快点，是，走。
带着孩子出来玩，我没想到车被偷了，结果小轩在车上了。你车上有 GPS 吗？我定位了，车现在就在38国道附近，我现在正在往那赶呢。在38号国道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我再下去看看孩子怎么样。好，就这样。别过来！我练过，别过来！哎，你小心点！老大，没事吧？没事。看好他。停车！站住！伤口已经缝合了，没伤着骨头，过几天就可以拆线了，折了两根肋骨，幸好没伤着脏器。病人刚做完手术，需要休息，你们明天再来好吗？谢谢。爸爸会死吗？当然不会。妈妈，你能不能关灯啊？我害怕，不想关灯。妈妈不管灯啊，你不害怕。你看今天没有坏人看见你老大，马上就吓得逃跑了。小轩长大以后啊，也要当一个男子汉，大坏蛋。那要打不过他怎么办？等你长大，你就打得过他，就有力气了。那他如果把我关在小黑屋子里咋办？他不会把你关小黑屋。他已经被警察叔叔带走了。哎，闭上眼睛，妈妈给你唱歌。蓝蓝天空，太阳公公，小狗追着小蜜蜂，绿草青青，月儿弯弯，河里飘着小渔船。
时候在这儿也不合适。怪我，昨天晚上不应该刺激他。别这么说，就是意外。要先睡了。嗯。那我走了。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。我孙南威，我坐得端，我行得正，只要你敢问，我就敢答。你跟冯尚香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我跟冯尚，这个事儿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嗯，我跟他是合伙人，啊，一拍即合。正所谓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就是日久生情呗，嗯，就传说中的办公室恋情呗。哎呀，就许你一个一个相亲，一会儿五百强的老总，一会儿老影星，就不许我们这铁树开花，枯树发芽。周立文呐，你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危机感了？啊，你终于发现我孙南威不是扔在马路边上没人要的货了啊！哎呀，我现在呀、啊、是这个钻石王老五啊！哎，你是不是想吃这颗回头草了？孙南威，你别自我感觉良好行吗？我跟你一直没断了联系，主要是因为咱儿子。现在我知道你跟冯尚香的事儿了，以后儿子的面儿你休想见。哎，那是我亲儿子，我有探视的权利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权利我剥夺了。冯尚香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哎呦，你别拦我，我必须当面问清楚，这对狗男女到底怎么回事？人一大早冯律就出去了，你们可真逗，家务事跑这儿来闹，能讨着什么好啊？讨不上好我也不能吃亏啊。同样是前夫，怎么差别这么大呀？我原来一直认为关浩就是个王八蛋，我今天才知道关浩就是前夫中的楷模。他给你花钱眼睛都不眨一下，现在又二话不说把大房子让出来给你住。你再看看屋里边这位啊，我跟他在一起我落着什么好了？我，你有本事干这些花花事，你倒是有本事负责呀、啊！你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你都那么能说了，还用问我对不对吗？反正你帮我转达里面那位，今天这事儿没完。说那些细节敲定后再给杨总过目。杨总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昨天董事会也没参加，还是给他看一下吧，让他了解一下我们的进展，毕竟他很看重我们这个项目。妈。阿姨。妈，有什么事儿咱家里说不行吗？这大老远的您往公司跑不累啊？龚总，那我先走了，欢迎你们。让妈看看，伤着哪儿没有啊？没事儿。你说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跟人家逞强打架，还以为自己在部队那身板啊？
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说的。你往哪儿看呢？是我在跟乔小瑞聊天，我问的他。你说这个邓草草啊，哪像个过日子的人啊？今天关冰窖，明天被绑架了。你说让我儿子跟着他都不安生，你说就这么个折腾法，谁受得了啊？阿姨别生气了，阿姨这也是担心你。我跟你说，过日子第一重要的就是踏踏实实。我看你啊，趁早跟这个邓草草悬崖勒马啊。妈，妈，我今天必须要跟您说，我决定跟邓草草在一起了。妈，是决定，不是商量。本来我不急着说，但是我觉得您早知道了也好，省得您总是这样替我操心。你要跟那个邓草草在一起？对。你要跟他结婚？对。你还要替人家养活孩子？对。妈，阿姨。妈，妈。公姐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妈还没有蹬腿，我就绝对不会答应。你偷听？我没有偷听，吵那么大声，全公司都听得见。大家都在看我笑话吧？我不这么认为。小瑞，你在我面前没必要逞强。我没事。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的，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但是听到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我还是有点受不了。小瑞，无论发生什么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这两天有点发烧，不太舒服。你别撑了，你太累了，你别喝咖啡了，我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你不需要同情了。哎，小瑞，各位，合同呢已经打出来了啊。哎，这个事儿是北敖的杨董事长亲自盯着的事儿，咱们千万不能出差错，啊！喂，你好。啊，是。哦，西城就行，我只要东城的房子。对，麻烦你啊，谢谢。这家公司呢是香港的一家公司，也就是说，北瑶把他们这个大 case 交到我们手里。啊，我是我。多少钱？多少平米啊？啊，我在开会呢，我一会儿打给你吧，谢谢啊。我们必须把它做好。草草，你又租房子？啊，
在找房子呢。